Take a guess， 在谁假装关怀，在谁还在半怪，在我下一句的对白。 Take a guess， 像猎人般等待，用猎物的姿态，这吻是告那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问张书豪？这件事情没头没尾的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要是是真的，那就打草惊蛇了；要是是假的，只会让他觉得我不信任他。那他要是真出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离婚？肯定是要离婚的。
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你打算怎么做啊？你知道猫是怎么捉老鼠的吗？现在的家猫捉老鼠并不是为了进食，它们并不会直接的把老鼠给杀掉，而是沉迷于捉了放了放了捉的游戏，直到彻底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，让他们完全的放弃抵抗力，然后再一口咬掉他的颈部大动脉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感受到猎杀的快乐。你要杀了他们？我会让他们生不如死，犹如过街老鼠，人人喊。理想总是丰满，但现实都挺骨感的。我看好多新闻，最后都是小三成功上位了。哎，你好，你是不是就是那个错爱你的张珊珊？是啊，果然是你。啊！滚！什么？干什么？像你这样自三当三的贱女人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冷静一点，角色是角色，本人是本人，不要画上等号，好不好？像他这样，哎，把角色演得这么露露三分的，本人肯定就是个小三。哎，神经病吧你！哎。什么人啊？非常抱歉，你看这边需要帮您报警吗？爸，简直莫名其妙！算了，不用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干嘛不报警啊？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。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赶紧回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啊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别招人了啊。这怎么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遇到个疯子。跟哪个朋友下过手呀？你不认识的一个朋友。还卖关子，赶紧回去吧，把你身上都弄湿了。嗯。孙丽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一个会呀？啊，会临时取消了。取消了？嗯。那舒恒呢？你怎么没跟他一起啊？我打电话问一下老板在哪。嗯，苏丽姐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两个电话哪个是老板的电话呀？你怎么不存舒恒的名字啊？这样好容易搞混。我怕弄丢手机会泄露老板的电话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做了区分的。老板的格局比较大，所以这个张总中间我加了一个空格。哎呀，我最近太少给他打电话，我居然给忘了。是吴总，他大半夜跟我说他想我了，要一块喝酒。舒恒。刚刚开会的时候，你这名贵的打火机啊，落在我这儿了。不用怕，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回家我跟他说就行。哎，
朋友，我见到公司的事情你就不需要跟他说了。走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看谁能回来，我先去洗个澡啊。想你，想马上见到你，乖乖在床上等我，看我怎么收拾。爱你哦，我的小狐狸精。老公，你到哪啦？刚把苏黎哄睡了。宝贝儿，等我哦。老婆，我洗完了，今天晚上我来做饭。很久都没有一起好好吃顿饭了。今天晚上我们烛光晚餐怎么样？好了，那我先去做了吧。我的身，我的心。都完完全全归苏黎女士所用，期限是永远。为什么是第二幸福呀？因为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怎么了？你拿刀干嘛？我帮你切菜。到晚上了，怎么还化妆了？好看吗？啊，好看！我老婆怎么样的好看？哎，老婆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别看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牛排，但这里面充满了我满满的爱，所以才好吃。牛排好吃是大企业的力量，超市售卖的牛排酱。你知道的还挺多。所以你准备怎么处置我？我这么爱你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你呢？是吗？那要是不爱了呢？怎么会呢？难道你不爱我了？哎呀，我爱的恨不得杀了你。开玩笑的。大梅，爱你。今天这个酒跟以前的九号线不一样啊。哦，我今天换了一款，怎么不好喝吗？还挺不错的，我挺喜欢的。那行，那我们以后就喝这一款。老婆，爱你。去一趟洗手间。
辛苦了，吴总。来来来来来。我要举报悦金酒店暗暗的喵号房有人嫖娼。先别吵醒他，这场好戏不能不参加，一切虚情假意让我觉得无比廉价，你编造谎话我不会继续犯傻，清醒吧，我们做不成爱人还能继续做冤家，可是生活就是这么千变万化，所有越稳定的就越容易崩塌，你擅长创造游戏而我乐意做玩家，就当是给你一份最甜蜜的报答。亲爱的你不要害怕，你看没看过烟花灿烂后什么都不剩下，美丽的景色谁都不会想去辨别真假，正如最危险的路上也许开满鲜花，不管千方百计策划也总会有偏差，所有自以为战无不胜的经历都是笑话，喜欢踩在两条船上不如看看脚下，究竟是爱河还是不见你的悬崖。远远的一颗色的